你才会站在这个世界上，唯有你狼崽，才可以看得见风。所以那日在集市上，你才会站在那儿，等着香囊随风落下。 小女有一个故友，雨殿下长得十分神似，他的肩上有一块伤疤。本王身上并无伤疤，怎么就算丑，也丑得好像。本王是你能死一辈子，伤害到狼崽。你就是狼崽。 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接住我的。狼崽。 谁？